中国握手才区分美国人的圈套陷阱，请问整垮了香港得谁有利？与台湾缠斗受损的是谁？为何又要跳进新疆的仙人跳里，让自己孤立？如何不钓鱼美国人的圈套陷阱，虚掉斗局？中国之流凭着一股牛劲，受不得一点刺激，忘了以柔克刚，还有一部冷静，时时对冲较劲，四面虚敌，直到发觉自己陷于逆流遇害的处境，开始泄气。而这一切让美国人大喜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中国人自废武功，抽掉塔脚板，削掉一棒之距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耗尽全身气力。国际政治是一门谋略学，美国人精于此道，中国佬以为逞强好斗，自作聪明，操作一块挥舞的红布，扬脚卖地，直到全身挂彩，轰然倒地。美国不要与中国的战争，只要竞争，这句话意味着战争已经开始，他正在调兵遣将，设谈布阵，全世界都是他的盟友营区，伤中未学而鸣，可想而知，收敛老大哥的下场，就是中国小弟的命运。国中无能，全是些牛头马面的东西。